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今天我们继续在尔湾来参观房子。那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呢，是5房5.5卫，4582尺居住面积，占地呢是8016尺。那这一栋房子呢很新，建于2016年。那这边小区的物业费呢为215，学分呢为9分、10分和7分。好了，让我们一起来参观一下吧。房屋呢是有很多很多的升级，举例来说哈，厨房的这个墙面，正常来说呢一般是做到这里的，这边呢全都做到上面，那么油烟啊、污渍啊都是非常非常好清理，并且呀、这边的所有开关呢，这块并有 USB 的接口，可以直接接线电手机，还有这边很多的灯的开关呢都是那种 dimmer， 可以调节明暗的那种。这个冰箱是加宽的，地震类的。同时使用，更加的方便。
院子真的非常非常的舒适。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，记得给我点赞。如果你对这栋房屋感兴趣的话，记得留言私信我哦。那我是妮娜，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和注册会计师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